联赛不行，其实你要真来中国踢你也不好踢啊，中超你不是像想象那么好踢的，所以也得给他们点时间，就外援他们都得给时间嘛。还有那个马斯切拉诺嘛，就是我在华夏的时候马斯切拉诺不是也需要时间吗？多少轮之后起飞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那个肯定是会有好的那个什么，这个我说啊，15轮之后肯定起飞啊，黄鹤楼啊，你放心，为什么15轮之后换外援了？就我说的啊，15轮之后100%换外援。要我说换谁啊？你要我说的话，就是换哈姆齐克，换了就完事儿了。你换博阿滕也不解决实际问题。刚才那纯粹啊，谢谢纯粹为你打 call 啊。好了，我下来。啊，这怎么着？下吧，到点了。好。